七星步奥妙无穷，八开步快马难追。哪怕他人多诡计，只要我们精巧取。七星步是螳螂拳的基本功法，活腰、转胯、拧脚，不仅可以开筋顺背，还可以立根化气。练法快慢随意无之处，有意无意练真形，拧腰活胯行步中，吸纳吞吐再自然。